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好了，马上就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了啊！这是我们的卫冕者啊，这三位我们的这个挑战的，来势汹汹，大家真的我不行，都知道游戏规则，你也知道啊？我知道，我都站在这里，我还不知道吗？不是，我说你要知道，连续放炮两次，对啊，我们要惩罚。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你知道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我可以接受啊！哎呦，我不会放炮。讲不会放炮，尽量唔他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庄家开门。啊 ，Let's go！ 挑战的第一次哈，卫冕第一次九，我们来看看四家的牌。来看庄家齐慧的牌，嘿嘿嘿，女儿的牌，小奴的牌，转力的牌。好了，来，庄家出赛。把蓝打出去就不难了，蓝风。哎呦，这两个礼拜打一次的哦。南风，一开始就在盯。那南风，没有。北风，哦，这个手真的，哦，真的硬的，硬的，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哎，摸一把就热。妈呀，天哪！哦，真的会发抖，真的会很硬哎，我的手。北风，我完全懂你们，更好。哦，来试一下就好，试一下就好，试一下。北风。红中，报案，盯太紧了吧？吃不到牌。你去看重播，你难怪是庄家连庄的人。二条，碰，四万，九火。八筒，五筒，七筒，坚持，哎，吃一个，左手，左手，哎，不习惯，没问题，八万。八条，六万，九筒，八，这样子好吓人，自摸的感觉。想说，八万是当打，你儿是可以摸牌的吗？就是摸，用摸的就知道是三万。我妈没那么厉害。没那么厉害。六条。三万。四万。六条。五饼，六万，三条，六万，怎么都一样？万金一大堆哦，对，一大堆了，四万，喂，没出来。八万，跟下家打，七条，没人碰，没有啊。东风，花，无锁，好，好，我要来冲一下，对。对，赛几步碰，就在你对面，然后没出来，哎，我没看到，哎，讲半天，
要讲。对，好坏哦，应该说一下啦。我还想说有人可以跟了。对啊，三爽。哎呀，你又西风，瞎了你。没有，他那个牌这样子，然后那个牌要以前一点。哦，你说跟那个废牌在一起，对。哦，九爽。吓死人了。吓死人。对啊。啊，六万。都是万。对啊，六万。哇，好多！黄了吗？黄。黄了吗？一人剩两张。南通。这波。啊！二万你打的？因为刚是二四四六。二四四六。所以我先打二万。然后呢？接下来摸三万回来。对对对。还倒下来。哇！他最可惜，但那牌不可能这样打了。他如果打七万的话，是转手自如，他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听中动啊，他不可能这样，他是这样走，这个牌七七七八九九，哎，还有一个九呢，这边在这，嗯，对呀，那这打的转手摸八万，那不可能啊，好痛啊，而且他摸了饼子好转，啊，对，好了，就自摸台，好，一台的两台。好，第一把是我们这个展臂自摸了，是吧？自摸就一定过关的啦，因为你要跟大家分数已经起码差的嘛，1500分了，啊，好，所以呢，现在是我们米儿庄家，你们三个加油了，来开门，来个豹子吧，哇，豹子不一定好，好，庄家也是 double， 好，来看四家的牌，来看庄家米儿的牌，小卢的牌，展臂的牌。Let's go！ 庄家出菜，来，东风。哦，东风，东风，北风，九条，北风，南风。九碗，吓死我了！我靠，你两个礼拜打一次。南风，很特殊的决定，真的假的？九锁，看。哎呦，嗯，哎呦，瓦力扬啊！八种，给你吃。知道。那我就是要听这个家的。难吃，太难了。好难哦，我这个牌，这个都甜滋滋的。发财。北风。八匹。发财。一条。喂，好不睡。来喂，因为招很多，八筒。我打麻将就是这样啊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这样子，嘎差不多啊，九万。厉害，可是还是很特别。九万。他麻将真的不怎么样，吃。两个打礼拜打一次，真的也不怎么样。但麻将运气还是最重要。运气真的。没有没有。二万。麻将不能一直靠运气。九锁。那是要照牌理。再来一次。一锁。白皮。哎呦。吊牌不算要自摸，吊牌要算炸五，八万，碰，三万碰，啊，三万也用碰的，什么？中堆堆，哎，真的很有气势哦。我在想，我现在其实是有压力的，因为我到底在想我要不要玩，但是呢，但是你啊，就我就是来打牌的，我不是来就是安全牌，不是来随便的，对，我不是来随便的，对不对？三筒来了，啊，听牌了，
来，三筒。跟打的意思啊？跟打的意思没有跟打。我们这边有规定听牌要说。哦，真的吗？那刚刚听牌字摸到，那他们有讲哦，那不算哦。嗯。西风。对。对。六筒。二锁。西风。态度。二万。会。六条，没事。六万，三六万一条路。东风，四锁。Isaac， 一万。没人碰。三万碰和二万打的，没一万没人碰。白皮哦。一万。对吗？五点五。对。对。六万。哇。骚。二万。想一下哦，没问题。六筒，哦，到了，哇，厉害，哎，被抓死了，哇，真的是这个六饼敢打，因为五饼断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三六饼他打了，他也打了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他不打六万，结果他唬你的六万，对，你这个牌为什么要听五八万呢？我忘记了，我女朋友太人了。其实我觉得奇怪蛮强的，因为我要是他刚刚，我就已经先打六万了，我不会先打六万。不是，那还好，没有。因为我在想说，四万可能可以凑到五万之类的。没有，他刚刚也是摸了一个六条，没有用。啊，这边八万三张，他又一张，五八万没有。一张对啊，我想说打完他。冷静，还好是他放炮，所以他是天哪，啊，又是屁股。好，红红三缺一的第三把，小鹿，你现在落后他们五百分啦，我要加油啊，要加油了，来，我会自摸的，来，你开门，庄家，不要自摸，你胡个两台就有机会了，好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十二，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小鹿的牌，展力的牌，不让你。奇慧的牌，像卡车碾过。你儿的牌，好牌吗？好，来，庄家小鹿出赛。四条。哇塞！哇！下马威。南风。南风。北风。碰一个。白皮，碰，东风，白皮，西风，碰一个，有，好碰，这个气势可以哦。四筒，哎呦，四条四饼，碰西风北风，二花庄家两台。而且展力都没吃哎，嗯，好想看到气疯了。展力连胡两把了，对，真好，一万。也都是米儿打得不好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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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旁边看，真的。二筒，才二四饼。九锁，九锁。算命，对对，算了，完了，边走边看了。对了，边走边看，边走边看。虽然今天很不宜打牌。哦。
来，你现在没有落后，你怕什么？对啊，但我要保，我要那个，我要守住。对，不要放开。我可以再玩一下，不然或者在后面看牌，手很痒。一条，八锁，一桶，两只，八饼，五了。啊！什么意思？还倒下来。想到，哇！你们牌都好美哦。他的牌好漂亮啊！他也听了。他发牌没碰，没有。因为他才碰了，真的后退的，我对，没有碰到啊。那结果呢？如果碰的话，九饼他一四饼也糊了。啊！二花红中庄家，哇！三台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最后一把，来看看四家的分数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最高分的依然是展力7400分，再来是小卢4700分，紧接着是齐慧4300分，米儿要加油了，3600分。哦，你现在是落后齐慧了，你们两个女生落后。对。啊，但差700分，啊，你知道糊就可以了。啊，你还要有牌哎？不用不用，因为来回是等于是糊，那要糊到齐慧。哎，就是他对齐慧照屁股就赢了。但如果你糊别人的话，就要过两台。我看他是4700嘛，4700差1100嘛，一台就够了。一台就够了吗？对，一台600嘛，600来回1200。好，现在是最后你庄家，好，来展力开门。西川，来看四家的牌，来看庄家展力的牌，齐慧的牌，嘿嘿，女儿的牌，加油啦，小哥的牌，好，来展力出菜，白皮，西风，西风。花，东风，喂你吃牌，我就会进牌。来，给你吃牌。知道。东。二筒。碰。八锁。碰。六条。二饼八条，这么早就碰了，哇！这么好碰，那边碰了八条，打六条，真的。九万，好中，吓我一跳！原来他动了一下，我以为他糊了。南方，碰，六锁，吃一张。八万，吃一张，北风，系统，一锁，系统，再吃一张。多少还有多少？9万，吃的太开心了，又十，中东南宫，五饼，三锁，碰，哇，都碰一下，八万尖的牌。白皮，一锁，再一张七筒，九万，红中，哇，西风。什么？哈哈！你刚才哪里的？哇，这什么命啊？还倒下来！哇！这个米儿的命
好苦哦，真的很苦。对，他就摸一个四筒中豆，命很不好哎。摸四筒听白，听一次白那么漂亮。对啊。结果这边呢，八字摸了，连胡两把，连胡两把，我们两个臭男生啊。我要什么事都没有，都没有。你什么都没做，对不对？就晋级了。我觉得应该要让他们脱外套吧。一定是你们太保暖了。真的。啊，这个是壁虎啊，就自摸台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米儿毋庸置疑的，因为刚才呢本来就最落后的，那这个现在是小卢自摸，所以米儿很可惜，东风淘汰，真的很可怜哎，哎，我真的都快听牌哎，你第一把牌、第二把被打坏了，对对啊，来，南风逆转胜，挑战吧，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，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好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。